左右了太多的东西。男生的性格，有的时候要比对朋友还要谨慎，因为越亲近反而越容易伤害。三年半了，最后一个问题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本身是打算最近去他家一趟，然后跟他家里人把这事定下了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可能信心没有那么足了吧。考虑过嫁吗？考虑过。现在呢？也有犹豫。所以有的老师就分析的对啊，这个关系里面你更在意，所以你更紧张。男生不一样，所以你才嚣张嘛。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跟你认识有20年，时间很久，谈恋爱3年半，其实你这个人还是很开朗又很幽默的，但是吧，我总觉得两个人如果组成家庭的话，我觉得更要大爱一点，不能那么自私。如果不可以改掉的话，我觉得我也不愿意受这份委屈。其实这么长时间没有爱情，我觉得也有亲情了。平时你怎么样，小性格啊，我觉得我都可以包容你，包括你总说那些事情，其实现在我变得怎么样其实应该也清楚，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。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还是一直这样的话，我可能觉得没办法。好，谢谢两位啊，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请回。